招奔男。I am Miss Pui。大家好，我是 Miss Pui 的经纪人，我是小明。那我们今天呢来到阿瓦纳根丁，你懂我们来做什么吗？不懂，我在底下通告，我就过来。听讲啊，今天呢、有六个男人哦，就我们来玩。只是我们这里只有四个女的，六个男的，所以我不懂我们要讲粉，有没有期待先？有，当然是有啦。我是还好，我看脸的。我不懂那六个男人现在在哪里？不懂哎，很期待在哪里？在你啊？哎，嗨。OK 吧？看身材的是哪一个？这个。看身材的 OK， 我们这边就是全部只有身材，脸没有，所以你可以站过去。来 ，Ivan， 第一的 Ivan， 我是阿志啦哈。嗨，我是第一的 Captain。Hello， 大家好，我是 D Entertainment 的志伟啊。大家好，我是 D Entertainment 的165。Hello， 大家好，我是 D 的阿强。半帅，半帅，我是他喜欢涂一下呗。OK， 好，真的美，真的美，谢谢谢谢。他没有化妆更美啊！哎、欸，真的真的。好，我会讲。不要不要婆先，不要婆先。我们还没有自我介绍嘞。哦，是哦 ，sorry 啊，我忘记了。来来，我是表娜。Hello， 我是表娜，我是溥仪的 PA。今天带你们来到 Resort World Awana， 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不懂，其实它已经改变了很多了。很多人以为一听到 Awana 就是Awana 就是有 golf， 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其实今天我带你们来看阿瓦纳里面到底有几好玩，到底有几适合我们。走，来走。六个男人带我们去森林。来，我们的金巴。来来来，现在带你们去看阿瓦纳这边最新的一个 hot pot， 它的 hot pot 是它的菜是在种着的，所以我们 order 了它才把它摘下来直接吃，很新鲜。看到吗？下面那一边，看到那些菜。这边也是有、那个 hotpot 是在这边。Awana Garden。对 ，Awana Garden， 这个它是下，它是十二点到三点，然后过后就关，然后六点就开回到时间。是 lunch and dinner。对 ，lunch and dinner。对。很特别嘞，你看。是是是，真的很特别。对，现在我带你们去看 Awana， 一个很多人都不懂，它已经变成有多漂亮的一个地方，它叫 Ayu Awana。你看那个音乐已经来了，看到音乐已经来了，音乐已经来了 ，OK。对，这里来 ，OK， 是不是？你看那颜色，超好看的。还有个 DJ set 的，对，有 DJ set。上两个礼拜四月中的时候，双看那个泼水节，这里有请 DJ 过来，然后有泼水的 party。他们就有超多那种人家。对，很多 event 啊，这里很好玩的、啊。很好玩。我们可以下去，我们可以下去看走。这里就是最特别的地方。所以 这一整个感觉，你看那一边的 sofa， 然后这里的 bar， 这里的 bar 是什么都有 ，cocktail、啤酒、draft beer 什么都有。很爽哎、欸，这边天气是很冷，这样你就不会出海，这不会晒，也不会热。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真的没有玩过 pool 是温水的啊。啊，这是温水的，晚上你下去它也是这个温度的。哦。啊，就它不会冷哦，因为这里天气是冷的嘛。对、啊、如果它没有保温，那个水就一定很冷。这个就是 beer pong 咯、yes. 我们大家都看过的 beer pong 嘛、yes. 对不对，但是这里呢有很大 set 的叫 giant pong， 就是这个那个桶，我没玩过这个，说他会给我们球就这样子丢咯，还有那个桶啊，我觉得我可以装自己，可以，这个今晚就有得玩了，这个在那边丢咯，丢没有，应该是讲说就是你在对面、okay. 然后我们这边全部是美女在那边站着的，就是丢啊丢啊丢啊这样，然后丢到水就抓回去，哇，这样容易的，等一下我要去训练丢球的，这种通常就是couples 啊，对，比较 private， 然后这边比较少人会走过来，这边通常是那边比较热闹，然后这里是现在是每一个 weekend 啊，星期六星期日都会有那种 grill party， 然后那边有 smoke 啊，有烤肉啊那些东西，所以等下晚上我们也会在这边吃。说你们喜欢吃烤的东西吗？喜欢，还是给喜欢给他烤？没有，开开玩笑、哦。烤你是讲什么烤？现在这些人哦，他们就时不时哦，抽个空跟你说一下那个分享。重点哦，他们 rock cam 跟你 rock cam 都是一样，这样很自然的。我啊，我不知道讲。这个是本性哎。我不知道我要。来呀他呢还是不要来呀他，要来，我们不要讲黄腔啦，我酒还没有喝，讲真的我喝下去会更黄，走，我们走下继续下去看，好，继续下去，我们马上来多一个小组会议，这样啊，我觉得啊，觉得怪怪的，但是可能人家是很好嘞，我觉得我们做人不可以这样表面，我觉得我们要给他们多一个机会，我们发现他里面的善良跟爱心，我们要感化他，然后慢慢发现然后他们就会剃头，然后上面酒粒，然后就直接去做干了。我觉得我们要早点下。哈哈哈哈哈！
希望没有。你看他是我们北分的，你看他在那边等了没有？没有啦，要到时间了嘛，连接都带了。今天好不好玩？我们等一下就知道。好不好玩我不知道，我只是知道这个场哦，我觉得啦，应该是 PG13，因为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一个成年人在追捕里面。我们还没有来吗？有点像 U 哎。重点是他们把这种小孩子的 family face 讲到整个洋洋的。真的，你偏过去，你看到。没有啦，刚好在后面追嘛。这个是小孩子的 swimming pool 吗？我站在他们中间，我觉得我自己奇怪，你懂吗？你有那种感觉，你带我来，然后一大堆小孩在后面，然后全部后面很多。他们要喝哪一首？走错方向。对，走错方向。我觉得这人真是太奇怪了，我们还是先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呦，我觉得你做得不错，你个每10分钟冲一次血，那个做得不错。没有，肯定要了吗？嗯，我们要带他去更刺激的地方。我觉得可以，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带他们去玩。太棒了，对。这个阿尤阿瓦纳只是冰山一角了，走，我们现在带他去爽了。啊，我那个定不错，你看，他知道我们四个女孩子，他特地给我们两个 queen size bed。哦，好外面，冷冷的，有那个冷风吹下这样，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刚才那个泳池，然后真的是很 chill， 都没有说太 crowded 怎样，就很舒服，然后就可以在这边度假，还是不是你跟朋友一起来啊，喝酒啊，然后这边 chill 啊，其实都觉得很爽。然后房间来讲呢，其实是很大间一下的。然后这边呢，其实很少的房间，我去 single room 还是 double bedroom 的话，就是房间来讲，很少的房间会有这么大的 size， 我觉得是很爽的。这个床不爽，这个床可以。它床是好爽。Pass，okay. 这个可以，这个床是舒服的。我觉得你们躺。真笨哦。所以它这个是 super absorbent，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很值得睡的。Because 它不会说很小，这样比较 motel 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到了云顶，顶顶哦，真太冷。A few moments later. Gam 他们相处了大半天，其实觉得他们是好人来，其实是好的。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要judge is book by cover， 因为其实对他们可能好像是很 excited， 就很兴奋要就认识啊，做朋友这样。那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并没恶意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车啊，还是去云顶啊，然后我们去拍东西，他们都有帮我们拿东西，然后口渴他都帮我买，然后就讲哦谢谢你啊来啊什么。其实我觉得他们是很 friendly 的人，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吃东西啦。哎，讲真的啊，今天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你觉得我们的招待 OK 吗？很好。有没有真的是有把你们当成 VIP？ 我觉得有吗？哇，
OK， 我跟你讲。你看到我们玩的假 video 吗？我有看，那个有一个外国人，一个泰国人，那个。帅啊！我一个外国人，一个泰国人可以讲。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帅这个东西是眼睛看不了的。但是我跟你讲，相处是不一定，相处真的不一定。有时候帅，只能够耐那个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后，如果我们谈天，静得了心，对不对？两个小时后，那个脸已经不重要了。我们讲废话讲这么多啊，我们还没有问到你一个重点。什么重点？你们第一到底在云顶是要做什么？所有云顶的吃喝玩乐都管我们的事。我们今天在介绍的就是云顶，从布吉丁义到垦丁海伦，所以你们今天来，这整个东西的安排其实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每一天都在做的东西，真的每一天都在做。我要不狂带我找你，找我。想要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对，找我。到处包爽，找我。啊，帅哥不用，帅哥，帅哥可以找我，我们已经是帅哥了。其实他今天呢，他们全部都招待我们的很好，然后全部都很辛苦，然后一根三根下一，然后我们女生很多记性啊，要拿东西那些。你看他笑了，我就知道。所以为了奖励他们这么辛苦嘞，我就喂他们一口啦，来。香香应该是看你的是你讲什么、啊、什么鲍鱼什么来啊什么鲍鱼、啊、这边鲍鱼这边鱼的手动就是手动了手动有时候我们会用到的男孩子啊给你吃到吃不到的感觉很爽哎、欸、没有啦来啦啊这叫什么这叫金